希望每个孩子都会跟你一样有幸福的生活。我们出发北上，香两个姐妹的斗嘴时间，大家好不好？哇，你是我姐姐。昨天带她去配眼镜，现在的孩子戴眼镜越来越早了。哎，然后等一下，小花怎么了？哦，凶巴巴的，想要出去。这个呼噜声真大。哎呦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这个是胸肌吗？好可爱哦，完美曲线。来，过来。来，对，哎，还完美到就记着了。现在我摸一下嘛，好不好？你这好像一个依偎在我身上的小女人哦。嗯，妈妈也会这样子吗？哎，真可爱。你看，小猫依人，来，亲亲。哎，来，嗯，很棒哦。好，好了，你呢？去吧。噔，出发。去玩吧。等一下，我们要去跟楼下的那五只猫咪道别。马上来找黑喵姐姐。不错嘛。我很识相，他只是来跟你打招呼哎，没有，他要去找你的挚爱了吗？欧雷哥哥，你现在犹豫什么呢？外面有什么让你感到害怕的东西？小心翼翼啊，你能不能不要被夹到哦？会被夹蛋吗？我看到欧雷的头刚刚偷偷伸出来，又来了，好可爱哟、哦，欧雷，这个主意来两个眼睛。来了哦，路过了我们先去陪猫玩，这是你们最后一次的陪他们了吧？今天是第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。猫咪交响乐。那大仔呢？是最亲人。阿燕娃呢？最多戏的。老三是最捣蛋。阿彪娃呢？最胆小的。是台湾黑熊，没有白白的。竟然还这样而已。对啊，是好。最秀气的猫妈妈。过来。心跳有点太哑了，不会痛。珊珊很棒哎，她已经能够自由的跟所有猫咪互动了。好，打开。珊珊始祖就是未来的猫奴一个。麒麟尾的是老三。大家呢都是一起看着他们出生的。最羞涩腼腆的就是阿彪。我觉得他长得很像啊。那我跟刘德华长得，你认得出来吗？应该不好认吧，这太难了。那是怎么回事？那是怎么牙？他们的好婆婆，哎呦，打起来，全部都结伴了，这一次是怎样子的？飞来飞去，阿佑马这是什么？这两个一直扭打在一起。哇，阿佑马来陪妈妈，最孝顺的阿佑马，不过他只是想要到后面玩而已。好像在跳这个猫叫声。啊，两位不要这样子的，老三。你们就要送养了哈，全部都要平安健康哦。哎，那边冲来冲去的，不要把自己压扁可以吗？打起来了，太可爱了。这是你们最后一次玩在一起了。那阿用啊，想要多一点时间去陪伴妈妈啦。我们也帮猫妈妈找到家了。这五个都费尽了千辛万苦，跟这些认养人们这一两个月来，每天都熬夜，每分钟每秒。这终于把他们筛选了五位都还不错的认养人。你们两个不要再玩得夸张了，你看他们两个就是这样子才双双挂彩的啦。你们三个哦，哎，不要，很尴尬，你知道吗？哦，那一只单飞的，喂，后面不可以有空间，他们全部都黑漆漆的，哎，别碰我的方向，冲过去可以吗？啊，两位全部在后面斗殴了。好吗？要去新家了，不要害怕，对，这样就对了。你们也不要出声，不要怕啦，还不错啦。好，开始玩逗猫棒。两只黑猫，三只，全部像影子一样。复制过去的。对啊。这个是谁？谁是谁？哦，双在一起了。帮他分了，就是让他多吃一点。阿彪也变胖了，几分？这个毛超可爱的。对，这个毛刷。可以帮，所以五只是不同家的。对。是完全不同的。五百年前是一家，把握一下你们相处的时光。先坐好，让我拍一下。来啊，不要玩我的手机，掉声。一只过来，来抱一下阿用啊。阿用会有一个大橘陪他，老三会有一只小橘陪他。阿彪他会独享全家人的爱。你虽然在这边是大宅，到新主人家也就变老三了。从幼哺的那一天，一直到安置生产，到每一位都长大了，是多么艰难的一个路程。爱爸爱妈辛苦了，谢谢光临秘密讲快乐度假村，拜拜。